乐内。加利马尔，加利马尔，进去。全身都要冻僵了，操他妈的！哎，靠！哎呀，楼上那只兔子又在跳来跳去，吵死人了。他呀。可能在练习要怎么跳回中国吧。啊，中国！安静，安静，吵什么吵啊？蝴蝶，蝴蝶，哎，蝴蝶，长官啊，蝴蝶，那家伙到底在发什么疯啊？蝴蝶，他到现在啊还不相信那些明摆着的事实。哎，他真的他妈的有病哎！审判都已经结束了，他还是不相信啊。他说当时很爱，而且他的行为举止。非常端庄。该让他们去准备演出了，我就叫加利马尔下来。哎，长官，难道他就没有用手去摸过吗？啊，也许他有，只是啊，他把他摸到的地方啊给弄错了。哼。这不可能啊，过去，他不可能连这都不懂吧？哎，长达20年之久。当你为爱情变傻子的时候啊，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哦，是啊、哦。过去，那我也想谈恋爱。哎，再站一下。那你可以跟他去做爱啊。哎，楼上乒乒乓，反正你也很常丢肥皂给他捡嘛，哎、对不对？楼上乒乓，哎，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干嘛造反？是不是？啊？进去，捡起来。进去。进去，进去。我们法国人知道怎么管理一座监狱。但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一个名人，巴黎。伦敦、阿姆斯特丹、纽约，没有人不知道我。报纸、杂志上面整栏的专题报道，都在谈论着我，勒内·加利马尔。但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会这个样子。以前别人并不认为我头脑机灵、口齿伶俐，我甚至还被班上的同学选为最不会有人邀请他去参加晚会的人。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是全世界最受瞩目的人，那些谈论我的男人应该要来恳求我，求我把我的秘密传授给他们，因为我勒内加利马尔认识了那个完美无瑕的女人。并且为她所爱。我独自一个人待在这座监狱里，凝望在我脑海里面出现的那一幕幕的往事。
不，马克，我宁可待在家里啦。不，你疯了！我们要到我爸在郊外买的那栋公寓里。你可知道上次在那发生什么事吗？我当然知道啊。不，你不知道，你一直都不知道。他们脱光了衣服了呢。谁脱光了衣服啊？那些女孩咯。女孩？什么女孩？你们从哪里把他们弄来的？谁管他们从哪来的？要紧的是啊，你再推我，我就要摔下去了。姑娘们就一个个从车上跳了下来，我们都乐得差点在地上打滚啊。你是说他们就这样？哎，还没等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就都扒光了衣服，在我的游泳池里面玩开来了。他们的胸部啊，啪嗒啪嗒的拍打着。只要你在那个里面闭上眼睛，伸手去摸捞，就像在摸彩一样，你懂吗？不管呐、啊，那是谁的双手在谁的双腿之间探险，谁的舌头正在舔着谁。只要你在那个里面闭上眼睛，一直干下去，能干多久就干多久。那到了早上呢？到了早上，你就会有很多的哲学问题让你去讨论讨论啦。怎么样啊？不行啦，马克，我不能去，我怕那些女孩，她们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我从来没有问过。你什么都不必说，真的，尤其对像你这样的家伙来讲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吧。好啦，你去，我也许晚点到啊。尽管你笨手笨脚的，全身长满青春痘也不要紧，他们不会看的啦。谢了，马克。我不是在称赞你。算了，扫兴的家伙。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结局，一个能够挽回我的名誉的结局，一个让他回到我身边的结局。你们会开始慢慢的了解我，甚至会开始嫉妒我，就算只有一点点。而为了让你们了解我究竟干了些什么，我又为什么干了那些事，我一定得把我所喜欢的那一出歌剧《蝴蝶夫人》介绍给大家。九九嗓，美得让人失魂，哪个男人不会因此而黯然叹息？我们长得既不英俊，又不勇敢，更没有权力，但是我们却像平克顿一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自己配得上像九九嗓这样子的女孩。这个时候平克顿已经回到美国了，九九嗓天天凝望着海洋，已经三年了。小姐，他可是个没出息的家伙，他给过你什么东西？一角九分钱和那些难看的彩色袜子？我是说他可是个吹牛大王。你知道，在他遇到你之前，他天天到妓院里去，告诉每一个妓女说 ：“I love you forever。”让我们想法子赚点钱，我们要破产了。喏，你看本田那个人怎么样？还，他长得很帅，而且他不在乎那个洋鬼子的事情。他还说过，如果你不肯嫁给他，他就要死给你看。可他是个日本人，
以为你是哪一国人？那个洋鬼子不过是长了一双脏手的水手。蝴蝶，你这该死的美国领事来这边干什么？铃木，蝴蝶，我来这是有个坏消息，平克顿他……我知道他会回来，如果他不回来，我宁愿死，也不要回到自己人那里去。让我们这么说吧，假如平克顿他永远不再回来，你……永远不再回来，铃木，铃木，把我们抛弃吗？他恨我们的孩子。好，我会转告给他的。我恨这个差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听见了吗？美国人要打过来了，小姐。就是他，我丈夫的军舰回来了。铃木，来，帮我换上最漂亮的衣裳。可是，小姐。铃木。是，小姐。我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女人结了婚，她的父亲是法国的驻外大使。为了事业，我抛弃了激情，放弃了爱情，取而代之的是讲究现实利益的精神。我对我的妻子忠实了8年，在北京过着清教徒一般禁欲的生活，直到那一天，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里，我第一次遇见了他。你听过一见钟情吗？两个素昧平生的人，每天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，遇见相同的人，重复着相同的事，直到某一天，某个开关被转动了。